后天就找你拍了，后天我们拍一波。哎，后天应该全场会都到，应该蛮可爱的。对啊，全部穿起来蛮好玩的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好。好吧，那你们等一下还要继续训练吗？啊、等一下继续训练吧。OK。这么多认真。等一下训练。四人制麻将的部分。四人制麻将，八人制扑克。我等等到，我等等到。我刚好。还是要训练，其实我觉得有差，因为我们之前是这样训练，就拿下一些胜利。对。我们好像要放松一点。四人制麻将嘛的。我们还放高手。其实我觉得红队是真的需要放，个性需要放松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两天再松一点了，宇宙你太紧了。好、啊，嗯，对啊，但有时候紧也是好事。但宇宙我变白了。八条像。可是宇宙你是太紧，也不是好事啊。嗯，好，天哪，我在适时的在那个，对啊。一直在调整那个保持一些好的状态。好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今天这么白啊？为什么你妆已经白了？没有啦，我现在上面就一个大灯光打在这边啊。哦。啊。人家看不惯我这么白，是不是？还不够黑吗？你黑好像适合你一点。不要，好了，人家说有标题，我们赶快下线。今晚标题 OK 了吗？大家有拿到吼？那我们要下线。标题有了对。标题有了 ，OK 了。四人制麻将，就是。其实只剩下最后一周要比赛了哦。这可以回吗？希望大家就是这珍惜这几天的练习了。哎、欸，我现在没事放空，会想一想，或是看一下我们以前的影片种种、欸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我今天在看篮球赛，都在想到我们的比赛。对啊，真的会去想。所以我觉得会更珍惜训练，然后像魔君这种没来的就会，对啊。哎、欸，对，魔君，我觉得我真心觉得那个时间要瞧一下。你说那个，你说那个舞台剧的时间。你说我们对啊，我们直接在直播跟他瞧时间，不要自己下去。我觉得要瞧一下，我觉得要瞧一下。哎、欸，你们后天是有要练的吗？后天是一定要练。哎、欸，后天是、反正周课表啦，周三是可要了。周三嘛，对不对？周三我会去啊。我觉得三四五六日一二都留吧。哇，全部了。我是我现在是五六日舞台剧。五六日舞台剧哦。对啊，假的。你是五六日表演吗？对啊，是假的啦，是哟、哦。你表演两个小时而已吧？一天三场。我靠！哎、欸，这样我们一天三场看呢、欸？什么？哇塞！你们要来看吗？我们要训练呢，我们很想去看呢、欸，但是训练还是先训练好了。你们可以看晚场的晚上吗？而且新阳还被新阳有那个、哦、偷偷小透露，新阳有被我加到剧本里面来。那我一定要去看。你把时间丢一下，但是你训练了再丢一下，待一下时间。好啊，其实我最 free 的是这两天，我这两天没事。喂。
时间能调一下就调一下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团战还是蛮重要的。对啊。手有啊，手好一点了，可是还是骨头还是还没长好啊。好了，安安已经在玩游戏了，我们不要再打扰他。5-3，会破掉。拜拜。好啦，感谢大家支持我们，然后我们明天见，然后继续支持 Red Fire， 因为这几天放松的行程到外面走走，遇到很多朋友民众，他们都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。对，就赛季快要差不多到尾声，大家也会好像很够好好赛，对，会希望我们赢。对，第一次觉得我气氛好像觉得哇，我们要这样弄，要让大家失望，所以我们练习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Refire OK， 一起进来哦。OK， 机器啊，还有最后一站，最后一站，然后拼了哦，拼了，拼了，拼了 ，OK 哦。用我红发变黑发，你不要先用他那个就他那个上面绑起来就好。然后我们 one two three fire 一下啊 ，one two three fire， 有没有听到吗？有同步吗？有啊，好、哦。1-2-3，Red Fire！ 好，第一次在这边隔空 Red Fire 哦。可以可以。好，拜拜，明天训练拼起来哦。好，明天见。明天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拜。